Hello，大家晚上好。您吃了吗？有点想打嗝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说自我介绍的时候嗓子突然哑了，困倒不至于。我公演的时候特别困，现在就不困了，因为我早上起来公演特别困，就是下午场的公演总会觉得有一点脱力的，因为我喜欢晚上公演，就是没办法避免的那种乏力。而且我是后来才知道我们是中午公演，就很吃惊。晚上好哟。是我的圣诞礼物，我看了，真的很好笑，我要去拿一下。给你们看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没懂。我收到了好多圣诞礼物，看吧。面壁思过，没有面壁思过，我只是给鸳鸯的。啊，又是给他。贵什么？贵为卫士。你看，它就长得像个电视机。但是里面应该都是可以给他穿的衣服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对，我想拆开来看一下，不是我怕弄乱它。我没跟他吃醋，开玩笑的吧？我怎么会跟狗吃醋呢？这个好好笑哦。这是鸳鸯的衣服吗？啊。这是鸳鸯的球，这是鸳鸯的披风，这是鸳鸯的玩具。谢谢李小黎送我的用爱发电，谢谢李小黎，谢谢。YYDS， 非常感谢，谢谢。给你看。这个应该是玩的那种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那种捏捏，这个还挺好的，感觉这个鸳鸯还挺好。然后这个是它的小毯子，这个应该是它咬的小姜饼，好可爱。嗯，然后这个是小球，很可爱。谢谢。还有小灯，还有小灯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是什么？再送一套给我。哎呦，哇！You are Sandy。 Jingle bells, jingle bells, jingle bells rock, jingle bells jingle, jingle bells dream, so when I push my heart。 快看我的最新发饰，姐姐，这是给芭比的吧？喜欢你，哦，还可以当我的，就像做手术的，做了个喉镜的感觉。没有了，我也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个精灵球。
龄求子，给大家看看哦。在大家的眼里，我已经很幼稚。哇哇，这是同一批人给我送礼物，好可爱。是一个 Pokemon， 没有皮卡丘，还有杰尼龟，连闪的灯的这个频率都一模一样。还皮卡丘、杰尼龟、小火龙，还有这个雷丘吗？嗯，三只他们在一起快乐，还喝可乐，很可爱。我跟他拍个照。还有杰尼龟的朋友。伊布，哦，伊布，看不懂。做快乐小羊，做想做的事，永远白帽子的柳月七。好，我来看看。哎，我觉得每次直播拆礼物环节也很不错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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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这是啥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谢谢，谢谢西西啊送我的皇冠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为什么突然传到传送之歌？真的很诡异。那我就这样直播五分钟吧，你送我的这个帽子。闪了，没有正反。哦，它还有个鼻子，我头发炸了。嗯，求名啊！谢谢杨推不可能的可能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。好可爱，我还挺喜欢的，有点像那个抖音上面的那个喜用的帽子的感觉，好挺可爱的。我有了我的 QQ 秀时尚了，就是说，嗯 ，I like it， 嗯，小鸟沃克像帕丁狗，没反啊，他就是这么带你，我怎么带你们都说反了，耳朵在后面，这样，啊，那更傻啊，这店小二嘛，他不是在旁边吗？谢谢三二七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像那个，我们最近可以拿这个去拍抖音了。变小二的感觉，这个好酷，这个好酷，这个是麻将的一个玉。预言，它是麻将，有麻将形状的。谢谢 Hello Nick 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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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泡脚球啊，这是泡脚的吗？这不是泡身体的吗？谢谢 Zaki 炸鸡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不会打麻将，我永远都学不会。我记得还有一个这个，哎，有一个很可爱的东西，就是它那个擦身体的。谢谢扎皮送我的夜点，你看，它是这样的，就这个，耳朵要摆在前面，
我刚摆前面，你们说不对，又要我摆后面，我摆不掉后面，摆前面就是一踢吗？你们就想看我出糗是吗？你们看这个，它是这样的，喂喂，这个是不是化妆棉呀？谁能告诉我这什么呀？啊？哦，我差点以为它是浴球了。谢谢，好可爱，我喜欢。谢谢大家，真的好奇怪，我但是我喜欢。谢谢伊万熊仔饼送我的圣诞卡，谢谢伊万熊仔饼。这个浴球，你搞没搞清楚到底是？他说是棒，水手工研造，沐浴沐足时，泡浴沐足时将它放入水中，欣赏美妙趣味的视觉效果。嗯，体验草本植萃成分，哦，是说它的视觉效果，珍贵精油带来的芬芳与滋润。所以这个到底是泡脚的还是沐浴的？耳朵折一下，那不可以折。你们的要求真的很多，把下面翻上去一层。有那味儿了，这个不错，错吧？还有呢？还有礼物，大家，哎，又炫耀的礼物，这个鸳鸯不能玩，太大了，只能给我玩了。鸳鸯的礼物，之前我们家不够吵吗？一个 UFO， 哇哦，还是鸳鸯的礼物，这是一个 UFO 上面的火箭，还不一样呢。到底有没有给洋洋的礼物？哇嘿，又是鸳鸯的礼物，一个大河马，谢谢。卡蹦斯蹦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。哈哈哈，好笑哦，就是他的叫声跟鸳鸯有一点像。谢谢 Zoe， 治愈揣宝版送我的权杖，谢谢 Zoe， 谢谢。大家可以送我奇奇怪怪的帽子，我都可以戴。我发现我戴这种帽子还是挺适合的。这上面这个小狗狗也好像鸳鸯哟，怎么没有给北极的呢？可怜的小北极。还有一个我的手机壳，谢谢，谢谢助理治愈揣宝版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。我可以把它用了，是姜饼人的，看，开了，可爱。还有一个就是小四应援会送的这个眼部按摩仪，好像很有意思的样子，但是我觉得我有点不太会用。还有一个护手霜，哇哦 ，rich 后援会，真有钱，谢谢。谢谢，很开心能参加小四的毕业公演。今天大家唱《Goodbye》的时候，又是心一阵的泪目与感动。说实话，真的好久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了。谢谢小四，很棒，我也觉得很棒。你看，这样又是一个新的帽子，是吧？看了都哭了，对对对，我整个人也是有点泪目，但是我忍住了。谢谢阿慧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戴反了，我没戴反，它就短短，要不然它鼻子要露出来的呀。我戴反了，它就没有鼻子了呀。
眼眶红了，没带证不行，你这样子的话我妆会花的，就这样吧，挺好的。我不带了行吗？这是熊尾巴，谢谢救救把，我觉得是鼻子，我不信你们。谢谢救把枪送我的圣诞书，谢谢你们，先搞清楚吧，你们先把自己的认知搞正确再来教导我。谢谢是韩叔呢送我的圣诞书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，一个人说东一个人说西，真的是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一个。是背面吗？哎，不管了，我不想再换了。谢谢借我一把枪送我的圣诞卡 ，Merry Christmas。它不是狗吗？熊猫的尾巴，这是，那我不理解了，这是熊猫吗？熊猫哪有人熊猫耳朵这么长呢？谢谢我其实喜欢喝可乐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我其实喜欢喝可乐。这到底是什么？你们有点把我搞疯了。这是脚，所以这个熊猫，这是个熊猫肚子。谢谢阿慧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不想听你们说话了。这是斯努比，我觉得这是斯努比的可能都比熊猫强，因为熊猫在我的认知里就不长这样。谢谢追光少年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谢谢。我自己下播了，我去自己搜索好吧？有个猫，自己搜索，我不听你们说话了。谢谢 L9420 星星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，谢谢。是 Snoopy， I think so。今天用的是这个花枝小优，就是这个我新收到的颜色。C01马卡龙色哦，我头发有个白色东西，刚已经被我弄掉了，它就是一个灰毛毛。好看好看，我不画小蚯蚓，只能说最近我的妆容真的精进了，大家就是我画大概十几分钟就能画得非常非常好，厉害吧。我一直恋爱，谢谢小老饿老困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谢谢谢谢老饿老困，希望你少饿少困。谢谢洋洋哀家言不想起床上学送我的圣诞树，希望你能够早早起床，其实我每次也是起床是特别难的。这首歌挺好听的，谢谢洋洋1220，叫什么杀死我的浪漫，送我的圣诞卡，请杀死我的浪漫，你们好厉害，我希望我有一首歌也能够这么厉害。耳朵是在后面 ，OK 哦，狗狗耷拉在后面，行，这样也很怪。啊，这不正常。谢谢野十一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野十一。你们都想控制我。哎，我之前也收到一个那个白色的那个小兔子的嘛，我也不知道，那个也很可爱，圆润了不少。谢谢酒杯美诗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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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地球的地球人都比你会讲话。
我真的没有胖了。想杀一个的眼神是控制不住的。这个叫粗笔，这是说这个帽子的牌子。我鼻子好痒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想要一个通鼻筒。是吗？我去听听。谢谢一飞一笔送我的圣诞树。通鼻在外面呢，我把拿进来，我可能整个人鼻涕就止不住了。心上色，我的浪漫，真的好难。好的，我知道，我记得那个口罩了，太少了，我都舍不得戴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想要把它一把子收藏。收到很多很可爱的口罩，然后一般戴到只剩一两个的时候，我就不想戴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会把它们戴完。放着你，我有手口罩收藏癖。对，我最近不能老戴小猪口罩了，我觉得。戴久了就真的很像一个猪，特别是我出去的时候会忘记自己戴了这个口罩，就很丢人。因为在平常人眼里，我应该不太正常。谢谢杨翠不可能的可能送我的礼物，谢谢。去吧，去写作业吧，写作业比较重要。鱼堵了，谢谢北极熊了，唯一蛋羊给送我的圣诞树，蛋羊正单一，确实很诡异。看来你是喜欢 rap line 啊！谢谢爱咪的小飞侠送我的权杖，谢谢小飞侠。赶上直播了，你很棒。看看大家都在干嘛。不是哦，谢谢小 S 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圣诞树。谢谢小 S， 我要去拿个纸巾擤一下鼻涕。等一下。啊！救命啊！我鼻子有一点，我开暖气了，现在房间非常非常暖，我一点也不冷。有点鼻炎发作，是得有空可以合作一把，出个 rap 歌曲。谢谢，就是那个香妃啊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。谢谢一考生小黄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大家今天一直给我送礼物。好开心啊！谢谢北极全网唯一大洋哥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，你成功刷到了存在感 ，nice， 好可爱。你们都穿棉袄了，我们这边也要穿大衣的呀。我今天出去要穿大衣，其实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凉，这么温暖了。上海也晚上也得8度，外面也得8度左右，可冷可冷的。谢谢 Jackie Ben 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。
伤寒。哎，我最近嗓子，我感觉我即将感冒了。可能我即将感冒，真不好呢。就是有那种征兆，所以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来几颗莲花清瘟胶囊。然后明天还要助演，明天就是展现我演技的时刻了，大家都不要被我惊艳到。白天都是零下，谢谢凑合过一下送我的圣诞卡，谢谢。我还得背一下我的词儿呢，毕竟我可是重要的一个角色。明天冷餐见，好的哟。冷餐是几点呀，大家？五点，那还好，我先去做一个皮肤管理，我就来哦，不会让你们等的。谢谢韩小艺努力挣钱中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韩小艺。明天不是我跳路考，你们知道吧？明天我们换了，因为他们想跳路考，路考真的很抢手的。谢谢，听说名字太长会有温柔小羊跟着念，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。对的，我跳公主。我跟学长不能说，得他们说了我才能说。路考真的很好，那我也期待大家的演绎，比如说像林舒淇上一次演的，我觉得她挺有意思的，有点像一个童装模特的感觉。但是他这两天好可怜，我今天看到他生病很严重的感觉，而且他是肠胃出问题，我看到我就觉得非常心疼，因为我之前也是跟他一模一样的问题，非常的好，而他看着我们就默默的说好羡慕那种健康的大家，我那时候生病我看着大家也是，我看大家吃香的喝辣的，我心里太羡慕，谢谢北极群王，我一个人就是我的圣诞，所以只有生了病的时候你才会去珍惜你那个健康的 body， 但其实平常就要好好对待的，所以他一直掉血，其实心酸那段时间太痛苦了，然后我每天跳舞我还要吃药，很痛很痛，我吃你的吐，谢谢 Nice Kitty 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。然后我还记得我一个人去医院嘛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件事了，反正我有一次一个人去医院，然后我在那里排队然后检查什么的，然后找不到地方急哭了，你想一个傻，再想起来，对，就是那天，然后我就很特别讨厌医院，我都以后都不想一个人去医院，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大堂在那里哭，就流泪，而且戴了个耳机，非常中二，非常 emo 的在那里流泪。医院的孤独感真太强了。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面，我看到有的老人家推着自己的老伴儿，因为在那个医院，就因为找不到一个看，就是找不到问诊的地方，然后急得在那个地上哭，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就很夸张，但其实你真的就是真的很绝望的，因为你望着医院来来往往的人，你就会觉得有点冷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大胆向前去问别人，可是你很难受的时候你又会很无助，然后又很不想去管这些东西，还得一个人去做的时候就很累，所以答应我，如果是在条件允许范围内，千万就不要一个人去医院，哪怕你用那个家政服务找一个阿姨陪你去，我都觉得挺好的。就是如果一个人在外地的话，不要一个人去医院。对，因为护士医生接待的病人太多了，所以就是会让我觉得啊，我去打扰他们，真的不太好。而且我讲问多了，他人家不耐烦，而且我真的找不到了。有医导可以问，什么是导？医导医可以，什么是导？对，太自动化了。但是自动化有不好，也有好。
说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比较好，要么就活成一个可以找上门医生的人。好像我自己也不能做，当不了呢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每个医院都有导医台，是我那个什么。そうですね，家庭医生真不错，下次可以尝试。哎，呸呸呸，先不要生病了，不要生病了，不知道下次问你们可以啊。我下次如果真的还有一些啊，呸呸呸，不管是什么情况，如果需要大家帮助的话，我就会问大家。但我经常在口袋房间问一些很弱智、很白痴的问题，但大家还会回答我。虽然有些人就是说已经敷衍到不想回答我了，但是还有些人会非常热心的回答我。我很多，我经常多问问你。嗯，对的，总是会有知识盲区的呢。播到九点钟就关了。晚餐吃什么？我还没吃呢，我就先喝了个奶茶，冰奶茶没辣。但家乡菜很好吃呢，叫什么凉汤。我们昨天去的时候呢，它就是一个小店子，它就像一个苍蝇馆子一样。只有大概我房间这么大，然后呢他墙这里凿了一个正方形的，里面是厨房嘛，你可以看到灶台什么的，然后那里面的味道就贼呛，你也不知道在制造什么。然后我就想说这些厨师怎么这么坚强，也不是说苍蝇馆子，就是干净的馆子，那就是清情馆子，就是私房菜的感觉。我这个是，我不是贬义的形容，我是形容那种好吃的感觉，你知道吧，就是很多很多私房菜啊去做的，就是让我会觉得好想让我妈妈来吃一下看看，觉得很有搞头，就觉得他们那个店铺不是很大，铺面不是很大嘛，所以你交的租金也不是很大，但是你做那种外卖服务，现在都是外卖服务当大，就感觉很赚很赚。而且你又不需要很多的座位让这些人坐，你只需要把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理环境里面，然后让大家全程送，就是让大家都可以点到你的外卖，就很不错了，真不错，有被打动到。以前小时候真的就是吃了太多香菜了，以至于每次叫我吃香菜，我觉得好难吃。我觉得一点也不有趣，小时候这么想，后来越长大越觉得好怀念香菜，就很难吃到特别好吃的香菜了。对，以前我还不珍惜，因为我每顿都能吃到香菜，不是那个香菜，是湖南菜的香菜，不是，是湖南菜的香菜，不是那个香菜，是湘江博去的湘江，好吧，香菜很好吃，大家可以推荐奶奶吃。哦，那我就说湖南菜吧。谢谢327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哦，但是真的很呛，最好就是带一下通鼻筒哦，不然就要像我一样把两个纸巾这样塞在嘴里面，塞在鼻孔里面，然后吃饭很辛苦的。叫什么？我都说了叫什么粮仓什么呢？只有那家。然后上面还有什么，上面说还有什么李佳琦最爱的盖码饭，就说他们工作团每次都会来这里打包很多很多辣椒炒肉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后他那个炒的那个四季豆，它不是切丝的，它是那种切丁的，也非常非常好吃。然后红菜苔也很好吃，红菜苔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的蔬菜青菜，很好吃。我们湖南的红菜苔给你们推荐一下，鼻子堵的都能感受到味道。
鼻子堵了，嘴巴能感受味道呀。鼻子堵能闻到味道啊，它是堵一下通一下，堵一下。给你们形容这么具体干嘛？就你被呛到了，说堵一下，通一下，堵一下，通一下。对的，还是能闻到味道的，但是真的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但是我今天点了外卖嘛，也点了他们家的，就是像你们说的那样，少了一点锅气，就会觉得好像没那么好吃了。你就坐在那儿，特别是我就吃的时候会觉得吃的特别快，就是一碗大家就很快就能把这顿饭给干完了，很好吃。确实是需要一些氛围感，对不对？你们可以去搜一下这家店，反正他们家也有外卖，你们在上海都可以叫哟，或者来上海旅游的都可以吃哦。谢谢阿哈丁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阿哈丁，谢谢。有什么好吃的湖南菜？我觉得辣椒炒肉是最好吃的。BGM 还是有点大声，谢谢 Q 仔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 Q 仔，谢谢 Q 仔 Q 仔 Q 仔。冬日奶茶推荐错错火锅的那个冰大红袍珍珠奶茶非常好喝，然后还有最近的那个什么迷上茶舞。大红袍的外地，谢谢洋洋，不用谢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。谢谢青石弟弟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。喝冰的，他们说很多人都从小到大只喝冰的呢，那人家也没病哦。我不要学，但是很好喝哟，好多波。我是这体质单间，我是冬天到春天到夏天到秋天都一样喝冰的人，从来不喝保温杯里的水，还冻了，好喝吗？比奶茶好喝吗？我不难受就没事，确实我也觉得，还是少喝。帽子很可爱，保温杯里放够钱棒的，是吗？我觉得我每天都要顾着我的保温杯，还得洗它，好麻烦呀。我理由很简单，仅仅是因为懒。我顾着自己就很累了，我还得养一个保温杯。我有保温杯，大家不用送我保温杯，我有很多保温杯。只是我不用保温杯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保温杯囤着，然后会给我妈妈喝。我不再用保温杯。哦，我喝冰的，我可以用保温杯。我把冰块放在里面，然后它会冰块化比较慢。嗯，着实给我整明白了，冰宝贝。保冰杯，但是用的都比较少了。好了，我要摘掉我的帽子了，太丑了。我戴好久了，我要回归美女了。It's my beautiful face。其实挺可爱的这个帽子，我还挺喜欢的，感觉我录视频也可以。好的哟，对的对，一个炸毛的状态给大家。啊！但是我很开心。太可爱了，今晚做奶茶。其实只要你看我直播，每天都可爱的。谢谢卷阿毛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卷阿毛。谢谢。今天洗头吗？那肯定洗头了。那我要尊重蒋舒婷吗？怎么不洗头上人家生日公园了？
给了我这么个重要的戏份，我怎么能不喜欢呢？我去又不是去演那个乞丐，对的，我是要演一个很干净的大美女。我还记不住歌词了，就是没有歌，朋友们，没有那么多戏份。啊，我们的大女主戏，好吧，清清楚楚，明天就是一整个大女主戏。一号必然不是我了，但是我前两天彩排，我总会 freestyle 我的词，然后他们就嘲笑我。但是我觉得我就算讲错了，意思没讲错就行了。嗯，你要说我每个字都一样吧，那是挺难的。行，谢谢向阳一样勇敢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谢谢。I want is you, yes you, yes you. 要去吃饭了吗？我要去录一个东西了。等一下，还有工作上面的东西呢。谢谢小三二送我的圣诞书，谢谢小三二。感觉圣诞节的氛围都来了。你看大家送我的这种小袋子，都是这种感觉，就很可爱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喜欢圣诞节。S 诺呀，快吧，是同一家吧？好可爱，这袋子被我没收了，归我了。不过现在本来就是归我的。都是我的，希望圣诞节前能来看看你。对，我圣诞节一定会好好搞的，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。我应该会包两个节目。我要用上我的人脉去问歌曲了。谁敢的与你发火，情没有那么久，看你要嫁衣能够痛快了，还多而且独恋过于是那愉快那不思议的。啊，期待一下，没得期待的，好吧，预告一下，没得预告的，期待是可以期待的。 Baby 原创在歌上吗？我在思考，那我想表演的东西有点多，如果大家更想看我原创的话，我当然还是要安排进去。进了谢谢一只杨山玉送我的权杖，谢谢杨山玉，谢谢。还能有家音乐工作花掉太多，就连我余生。我三个生日公演，你不要再给我压力，我好不容易把这种压力散掉。今天跳光轨的时候就是压力太大了。一路空间没有别的背不背，我觉得好难跳哦，特别是那个 bingo bingo 遇见你会在下 bingo bingo 哎冰咚冰咚，遇见你会在下一个路口。冰咚冰咚，我的，我觉得我每次跳的像一个搞笑艺人。我觉得难，我不管你们，你们觉得不难，我觉得难。你们看嘛，我要给你们表演一下。还是这样的啊、哦？不行，我今天要学了，我必须给你们表演一下。bingo bin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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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ngo
什么？我觉得我像搞笑艺人，你不觉得吗？特别是这里，我每次跳的都自己想笑。是的。来一个做事直播。什么？不像社会啊，只是我跳的很奇怪。还有那个循着光，循着光，循着光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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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逆着光，逆着光，逆着光，那个也好难哦。下次可以给你们直播跳跳可怕的，我觉得我可怕的公演曲目。Bingo 不行。我可以 solo， 对，而且今天上场的时候，我问大家跳什么烂，跳什么烂，跳什么烂，他说跳 bingo bingo bingo， 我说好好好，我整个人大家一起走的时候，我走，因为我对这些歌不是很熟嘛，然后我走，我都已经准备好跳 bingo 了，大家一起，剧场里的你是你，然后吓，怎么会是吓了一跳？我整个人就是已经做好了跳 bingo 的那个，就像就是吃了晚饭就是被噎进去的感觉，就是这是就是好难。嗯，哎，知道了吧，给你们看看这种比我高的视角，很厉害哟。今天很呆，那是因为我紧张，我很紧张的。看着很小，那个我紧张的时候我就会面无表情。MC 很严肃，没有吧？我 MC 的时候老认真讲话了，大家。谢谢阿威慧慧送我的圣诞卡，谢谢。哎呀妈，可太努力了呀！这个，而且我们总是讲着讲着就是。虎头蛇尾，然后突然静止，然后突然要有一个人开始话题啊，那么怎么样，讲了半天，然后那个空台还没好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下去了，我们就那个想下去了嘛。谢谢20211129112239796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，改个名吧，求你了。反正我们想下去了之后呢，那空台就说他们还没好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哎。那我们该下去了，结果空台门还没好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看见大家就特别想我们，我们还是就是挽留一下我们，就是我们还是留一下吧。其实下面的大家根本就是一点也不眼熟，我们就是这样子看着我们的状态，我们还要装作大家很热情，哎呀，我回来了，好了，盛情难却，然后在上面开始讲，继续尬，太好笑了。这就是，其实你没办法的，你就是各有所长吧，我就这么说了。没办法要求一个人什么都做得很好，但是我已经努力了。然后我看到我那个特长上面那个绵羊上面特长上面还有主持，我就很想让他们把那个主持给划掉，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小也不算长板，也不是短板，就可能是中板吧，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炫耀的成分在，就赶紧想把它划掉，然后挺好的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的晚尊，下次会更努力的呢。对，咱们是播音，咱们走的是那个正非常非常那个正统的路线啊。主持跟讲 MC 没关系是吗？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就是发呆，那可能确确实实就是在发呆，知道吗？俺在下面明明很热情的看着，真的吗？那你应该再热情一点。我很应下次吧，我遇到这种尬的情况，我就拿麦下去问：“你幸福吗？回家过年吃饭吗，宝贝？”谢谢小小新兵乐备考期末版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。这样，然后把大家都采访一遍，请问。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扮上这名成员的呢？对，粉丝感情好强，
我之前看到中泰哪次公演，然后大小乔他们就在那里采访下面那些剧剧们，就很搞笑。明天 MC 可以这么讲，没关系，明天是那个蒋舒婷，蒋舒婷要对自己的 MC 负责，请他多讲一点，好吧？是吧？好，祝丹妮成功哦！谢谢 Jackie Ben 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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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生日没有 MC 好像，有啊，生日有 MC 啊，是我记错了吗？啊，好像没有，到底有没有？有大 MC 吗 ？MC 三次可能吗？对，我们之前都有申请说，那么你少剪一些歌曲。就是剪生日的时候应该是剪掉一些歌曲，然后去讲 MC， 因为大家都想看 MC， 但是被驳回的。那其实依我的，我觉得就是应该剪一些歌曲去讲 MC。有 MC 三四吗？那就是有吧。我记忆力不好，谢谢 GMJ 四六野波诺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谢谢。之前是什么没有 MC 来着？还是拉票？我忘记是什么，好像真的。你别说了，你不知道。行了，我就闭麦行吗？对的，我虽然觉得自己 MC 不是很好，但是我觉得看大家讲 MC， 我觉得很好。谢谢万有引力 Yuri 这样送我的圣诞树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没有 MC 三次了。到底有没有？你们是不是假粉丝？又和我吵架，好难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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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就喜欢跟人吵架，但是我只跟我的粉丝吵架哟。他超时没有了，所以这是充满爱意的表现哟。我走了，好突然，但是我深知已经9:11了。886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明天晚上也会直播的。拜拜，这样子的话可以瘦脖子，因为我这样子就没有脖子纹了。谢谢你会给我艾莎 QQ 送我的皇冠，谢谢。截图截过了，这个视角不好看。爸爸，关机了。对自己要求很高啊，我看看，